着下来的，上去太难了。沙子垫一下，看看我能不能好一点。看一下这个车轮的印记，现在师傅用一些沙放到下面，给它防滑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顺利上去。这个车轮也太吓人了吧，刚刚就是直接滑下来的。还是不行，滚子都爬糊了。等倒下去再试一遍。把车推下去，然后用沙子把这里给填一下。就是这国家家就是我们的嘛，送出的国家家就是我们的嘛，万万家了吧？我觉得咱东东公园边叫这一条道，是最滑的。我们你们老公好，这个地方拆的人多的，捡一些石头在里面，这样就会防滑。好，车又来了。顺利开上去了，这里又不行了，还是不行，现在太猛了。咱们家媳妇距离大马路还有20米的距离，短短的距离却要花费很大的力气。你这是感受不起来，下不了。三米吧。大家一直都在问我们这里的蓄水池为什么没有进展呢？是因为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，今天好不容易出了一天大太阳，结果这个路还是不行。你看，叔叔弄了这么大一块干泥巴在这里来敲碎，看一下，再开一把能不能行？房子刚刚来吧，房子掉，房子二号，还跑了吧？想尽各种办法。掉的，他掉几斤？这人应该也得交噻。然后再交半斤啦。咱他们装水。咱们买去买的，就是他买到去了，啊，在高架是没搞好。哎，他一样一样，人家我的一个工啊。那你讲的我把工资收了啊，我干，我这个干的我李俊用小锄头把这个路给挖松一下，应该会好一点。松一下，应该会好一点。你在哪儿种啊？你们那不是？谁呀？你哪儿种？大太阳的有点轻。成功上去了，就前面一点点，差不多10米的距离又卡住了，这是第三次卡住。不会吧，也办法走这点。
再把这里的泥巴铲上去，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。就是啊。这可吃了。还有十米的距离。再试一次。一次了，师傅再试一下。哇，成功了，上去了。好，人家的心终于落下了。好了，成功了。辛苦了，师傅。是这样的，而且你聪明的，而且你聪明的，我聪明，干活了。朱凡下下是吧？去。哎呀，去我们一头草毛子了哇！是，我们是很快点嘛。要的，他慢的哈。嗯，亲自上来就好了嘛，我这个。好，慢慢去哦。刚刚师傅说，他说这条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打成水泥，他说大概50000块钱能解决，但是我在想50000太贵了。如果说我们以后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还是可以考虑的。像这样我们的车就可以直接开到下面去，就不用走这么长一截了。但是下面是人家的地基，怎么可能让我们停车？到时候如果说我们愿意免费给他们打路下去的话，还是可以协商吧，像这种。对，如果不能协商的话，我们把这条路给修好了之后，那下面掉不了头也没有办法。对。嗯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这里走上来确实有点费力，如果说车直接开到下面去停着就好多了。